创业板指跳水翻绿，煤炭、电力板块大幅回落，三大指数集体高开，沪指早盘高开低走，深成指高位震荡，一度拉升涨超 1%， 随后跳水翻绿。截至目前，沪指涨 0.71%， 深成指涨 0.79%， 止跌 0.05%。 该文件要求相关部门通知列入国家具备核增潜力名单的72处煤矿，可临时按照拟核增后的产能组织生产，共计核增产能9835万吨。三季报前后行业涨跌以其盈利预期调整方向通常较为相同，预计今年三季报前后市场仍将有不错的表现。